大家好哈，我是杨帝，今天帮浙江的一位大哥来选一只捷克罗素梗哈，走。哎呀，看到没有哈？这有两只哈，这一个是刚毛的哈，然后这还有一条哈，之前好多粉丝联系我想要哈，还有一只这个特价的哈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品相差点哈，别的方面没有问题哈，这刚毛的。非常好看啊，看到没有，兴奋度都嘎嘎地哈。哎呀，你看天气太热哈，这还有一只柴犬。哎呀，看到没有哈，这里面是两公两母哈。哎呀哎呀哎呀，兴奋度都嘎嘎地哈。这个小一点点哈，看到没有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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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小尾巴摇的哈。在这里面咱不方便看。咱让养护给他拿外面笼子里面看一下哈，你看拿不来吧，拿不来上外边笼子看一下。把这几个钩子拿外边笼子里边。抱一个。行行行，你抱不来，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哈。看哈，拿出来了哈，兴奋度都可以哈。你看这小尾巴，天气有点热哈，咱拿起来给大家仔细的看一下哈。哎呦，哎呦，兴奋度太高了哈。看到没有，这一条开脸也比较正啊，这只是小母，看身上有点花，有喜欢身体白的，有喜欢花的，这个身体白一些哈。哎呀哎呦，看到没有，接近于红头哈，身上也比较白，这个月份小一点哈，这只也是小母，两只小母了哈。再看一下这一条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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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肥了哈。哎呀，这个开脸细一点哈，看到没有，能抱一下子吧行吗？看到没有，哎呀细细的，这只是小公哈。好嘞好嘞，你再给我看看后背，后背也比较花哈，这只是小公。这个哦，还有这一只没拍哈，这一只大一点的，这抱一下，俩公俩母，俩公俩母呗是。哦，这不是一窝的哈，看这只也是小公哈，看到没有？两公两母，两公两母啊，看尾巴翘的哈，身体白色哈。好嘞好嘞，放进去吧。哎呀，这几个兴奋度都可以哈，你看那么热的个天，这小尾巴真漂亮哈。要是这种狗，就得牵出去遛它，玩它，知道吧？让它天天。多跑跑才可以。哎呀，兴奋度都特别特别高哈，咱抓紧给粉丝大哥开视频看一下哈。看到没有，刚才给大哥选过了哈，大哥不放心，让做的检测，细小冠状犬纹都是一道杠哈，选的这一只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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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在外面跑着的这一只哈，你看告的哈，告的比较大，开脸很好看哈，看到没有，你还放这笼子里边吧。然后这三只还有哈，旁边那笼子里面还有两只，这一只也不错哈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大白身子哈，看到没有，有点熊猫眼，看到没有，这只是小公哈，非常肥哈。然后这只还在哈，这只也有，看到没有，红头哈，看脸比较好看哈，身子体也比较白，漂亮哈。这只是小母哈，然后还有这只也在哈，刚才和大哥开视频，这个养护也说了哈，这三条里面这只最便宜哈，这个开脸差一点哈，兴奋度各方面都可以哈。还有这几条哈，还有没有喜欢的哈？喜欢的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哈。捷克罗素梗漂亮哈。